请继续收看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非常感谢各位利用礼拜一到礼拜天每个中午的12点到12点半收看我们台股七十二变这个节目内容啊。我们今天正在测标，先跟各位做个简报。这个礼拜的礼拜六、礼拜天，我们北中南哦，那么呢，今天摆那起反转指标首部曲，就是说今年以来第一次针对反转指标的一个教学。那么欢迎各位有稍待在广告期间，那可以跟我们服务人做个联系。好。回顾了，我们先看加权股价指数哦。加权股价指数变那款，如果依照你今晚把酒看掉哈，今天的量价结构，今天的收在9455点，但是上好是卖9455啦，你去看一摆。如果依照你现在眼睛看到的量价结构，今天就是收9455。好，那么我为什么会不希望它收在9455？因为伊拉收在9455，变作讲为今晚开始。一离开收盘，就完全没有出手点，无新的点位啦，就是你就只能看，然后他就这样啊收盘。但是所以就是讲，不管你在做股票投资啊、期货操作，你一定要有一个比别人来得强悍的，并且你信任他的，你怎样讲，反正都别输一点而已啊。他到底有这个物件不？来，这个礼拜，咱今天摆猪养。主要哈反转指标教学，在未来今年呢哈，今年呢在经济吉利年里面，我们最主要会做反转指标的教学。这个礼拜是第一次上反转指标，从第一集开始上。我感觉你第一集都爱听啦，啊不，你还要听个第六集吗？啊，你听第六集1、2、3、4、5你就没听到了。好，我再讲一遍哈。那么反转指标。通用的反转指标有非常多种，就追啦。反转指标不是只有一个，从心理线，我们常用的 PSY 心理线，到乖离恐慌指标、反转 KD 等等等。那么各位，你可以联络你自己的营业员，好，因为每一个券商，他都有提供免钱看盘软体给他的客人。那你在哪里下单，你就是他的客人，也给你导。倒了啊，又来上课。那上课我会教你反转指标。好，您告诉我啊，反转指标有什么用？好嘞，反转指标，我唔知道有用无用啦。但是我的看法是你自己做参考啦，好不好？你自己做参考。来，各位请看哦。画面上你所看到的这档股票是不是叫2450联发科？对不对？缅甸是不是联发科的一般 K 线图？底下就是反转指标。好，你看着它哦。你点么个？我只能讲过去哈，未来，好，依照规定，本来都是未使盘中啦哈，不能讲股票未来的评价啦，未来看法啦，会起啦，会落啦，机会棘手加爱做多加爱放空啊，依规定哈，选择权啦，通通都不能讲，任何人都不能讲，不是只有我，好不好？任何人，任何一个人哈，都不可以针对股价、期货。或选择权这些商品在盘中做评价，所以来看着它，我只能讲过去，好不好？你说讲过去有什么用？讲过去当然也有用啊，因为你相信过去的案例也一再发生啊，就这么简单啊，也一再发生啊，所以来看着它哦。我们举过去的一档股票为范本，好不好？提供未来你自己做评价。这个礼拜。咱上课，我就会教你哈。我举例，这是个通用指标，哎，一起通用，哎，不是讲什么我自己去发明，没有没有，它只是个一般的、非常常见的通用指标。哎，我厉害，伊厉害噶吼，我都唔知道在投顾从业人员这些分析师，他到底他搞咧想什么？我跟你讲正经，我唔知道在人他搞咧想什么，我程度较歹。啊，人因拢程度较好，啊，你有看伊，啊，股票就安尼看就好啊，无你感觉要安怎看？你安尼看，我也看不出一朵花来，对不对？当然会看得出一朵花来，怎么会看不出一朵花来？来，帮我一个忙哈，来，你就看着他哈。然后呢，我就底下给他画一条平行线。你安尼我有唔对不？有没有错就好了啦。这条线我画了有对不？来来，
我们把这里放大，就这一块，其他都不要动。好，来啊，不要动啊，停好。然后我搞围一条线，啊，安尼安尼有对，安对不？啊，底下围一条线，啊，面顶爱围一条线不？对不对？好了，好来来好来，慢动作，过去摆哈。我就底下画一条线，好，慢慢慢慢往左边走，慢慢的走。往这边慢慢靠过，慢看板看板呢，看板呢，要有碰到才有，慢慢的过来，慢慢啊行，慢紧哦，要慢哦，好来，来再来，有无啦？来来停，好，慢叮当，啊，叫伟杰圆圈有没有错啦？你只要告诉我，我在这里画一个圆圈有没有错，这样就好了。那么不是，我就不懂啊。你自己在观察股票，或你在关心指数，你要的是什么？你要的是让爱比别人较强，比别人较厉害，比别人安怎赢够较济。啊，若未赢，咱就卖走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才一样停在那里哈，继续哈。来，我就把它拿掉，来不要动哈。请问我有没有错？我这样画有没有错啦？好，来慢慢再往左边走，慢慢的走。来，停。请问，我有黑白话无？啊，无嘛，我都跟你讲，我黑白话不是照实来，我负所有责任嘛。啊，那安尼做袂赢，来往左边走，我能怎么办呢？啊，你机器人就卖做股票嘛？你问我，我要跟你安怎讲？你敢袂使机器人卖做股票，好不好？我来看全图。啊，你问我，我要跟你讲什么？很多人告诉你，哦，哎呀，那股价都是最低点，对不对？股价都是最高点。我不知道了，我只知道明明你做得到，你为什么不做？很多老师告诉你，哎，最低最高。当一个从业人员，我们的工作就是在帮我们的成员寻求一套最有效的工具，然后呢，可以在最低点买进啊。啊，不然你做什么从业人员？啊，你看着他。这不是联发科吗？你们稍带来看指数哈，够卡厉害，厉害个惊死人。好，来你家己看，请你告诉我，我在这里这个点，这个点跟这个点，你把它对下来，难道不是一二三吗？啊啦，安尼做联发科做不赢，我也无法度啊。我跟你讲正经的啦，这个叫什么？来，再看着它，这个另外一个术语，我们叫股性啊，就是说。每家公司有它不同的个性，所以呢，在它的股价的行进过程里面，依照它的个性，我就活泼，你知道吗？它这个够动，来咚咚咚咚，啊，还是我很温吞型的，它各有不同。所以台湾化工哈，咱高炸了哈，台湾化工啊，几家股主高雄干看个台北啊，够是股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嘛，啊，这种个股性，啊，你就看着它。啊，这不是联发科的股性，这是什么性？那你不是应该要能够在最低点买进？你不能在最低点买进，你就不要买啊。然后呢，在最高点个半空啊，啊，你哪买最高点个半空，被最低点个半空？来，这是不是每个波段的最低？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嘛？这个是不是每个波段的最高？啊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没什么啦。来，刚刚从这边，我们现在从这里放大，这里，这里。来，我现在来注意看哦，来，我是不是在底下画一条线？我是在上面画一条线，有没有错啦？好，来看全图，你看全图。好啦，那个做美啊，我唔知道要安怎跟你讲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无代志，当然嘛无代志。有啥物有代志？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你要直接甲买，你都有代志；你直接甲放空，你都无代志。啊都，安尼尔，无要安怎做？不然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。我只知道你做得到。你说那我不会，我没有软体，爱开锅啊这机，我就告诉你了，免钱，免钱，好来。这个礼拜，好看全图。我们是啊，会做，咱也做反转指标的教学上课。你现在眼睛看到了，
好，这个礼拜每一个人，你只要有来上课，你通通都有。我会教你要怎么参，你要怎么去设定它的参数，怎么去设定，怎么去运用它。你一定告诉我肖耀明，你跟我这个这哈，我后边我唔知哈，后边不予置评。我只说过去已经发生的案例，跟你做分享。分享什么？分享赶快的代志，伊会一直发生。为什么伊会一直发生？好，来再看一摆。什么叫做赶快的代志一直发生？如果负乖离过大，我去买进它会涨。那请问你告诉我啊，这里负乖离是不是同样来到过大了？那怎么办呢？我这里买进会涨，我这里买进就会涨。我这里买进会涨，我家嘞，我家买进它就会涨。那反过来讲，那正乖离过大呢？正乖离过大，我个半空里头一顶楼。啊，甲半空伊就一定落，啊，半空伊就死去，啊，半空伊就一定有代志。啊，就安尼尔，无是要哪做？啊，这个都不会，那来做分析人员。我感觉这上基本的呢，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。这每个人在2017年，你一定都要会的。这是认，这个是一个很基本，这不是什么特殊的工具，它就只是一个通用指标，它是一个很平常的。只是过去以来，大家你没有接触过，啊，你了解没？啊，看着那这个礼拜，我们会做反转指标教学的第一集，好不好？你卖医药搞过，哎，你第一集我一概没去，啊，你一概没去，我也无法度啊。每一次的教学教一个不同的指标，这个礼拜因为是第一次上课，我们上最厉害的。你用什么是最厉害的？来，这个刚不够厉害，我也无法度啊。这俩不够厉害哈，来看一下。你用啊，这是股票呢，啊，那个每家看一下指数，当然可以看指数啊，怎么会不能看指数呢？不是联发科。来看着它哈，今天你只要告诉我今天几月几号就好了。今天是2月3号，对不对？今天在对，今天在家。2月3号哈，帮我一个忙，把这里放大。来注意看哦，这是指数哦，这是指数，甲今仔日了，阿哥不要走，我也无法度啊。你知影你赢偌济无？来，你看这個，我画这条线，我有没有不符合标准的画法？不。你现在眼睛看到是不是有一个二，有一个零，有一个负二，对不对？那请问你，我这条线我一定要有跌无，安尼就好啊，有跌无就好啊啦。啊，有，好来，慢慢的，慢慢的过来，慢，好，停。那请问你，我在正二的地方画一个圆圈，负二的地方画一个圆圈，哇，我们丢，我们丢，好来，慢慢的过来，慢。来哦，你改给我几拜来啊、哦？哇，唔对不？没有错嘛。好、哦，来继续慢慢的走，慢慢的走，你就看嘛。我有叫波来不？一就一，二就二嘛，没有碰到就没有嘛，有碰到就有嘛。停，好、哦、来，加起米没有碰到，差一点点我就没画嘛。有碰到才有嘛。好、哦、来，慢慢走。啊啦，安尼个别样走哇，我们在边啦看全图。这个是不是加权指数？到今天，上图是 K 线图，你一定告诉我我该怎么做，我不知道怎么做，你自己看。那请问有没有错？我把一二三，对不对？对，一二三四，有没有哪里不对的？你就搞安尼讲的话啊，你在看着他，你问小阿明，安尼看就足厉害，你这什么足厉害？什么叫就厉害？你是在做什么呢？我把每个点，我把它标示出来，分别是9278、9290、9430的正乖离，来到正二。好，反过来讲，加权指数负乖离来到负二，分别是9048、8926、8879、9078。你怎样立案呢？你赢偌济无？啊，你用安尼赢偌济？哦，你家己看嘛。9278跌到8885，千搞是跌落偌济？
唔知9290落到9074，还是落多少？不知道。9430跌到9078，跌掉多少？不知道。好，反之互乖离，9048到9296，8926到9430，8879到9430，9078到9521，总共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总共你嘛才七摆出手机会，对不对？一、二、三，三摆做空；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四摆做多。做空的是一、二、三，是950；做多的是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是1700点。两个加起来叫做2650点。有厉害不？我唔知呀。啊，你家己把手看。这个礼拜，礼拜六、礼拜天，我们会做反转指标。第一集的上课，你务必要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咱这礼拜先把熊盖厉害，先跟各位做分享。那我们稍待，先进一段广告，欢迎各位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个洽询，预定你的座位。稍待，咱看一个够较有意思的。你有没看什么？看一下。你看有够较刺激的有啊，最刺激的就这个啊，哪有比这个刺激的来？你只要告诉我今天几月几号就好了。你用小米看2月3号，对啊，啊涨了，涨2月2号，空调太厚了，啊周一嘞，周一不会滚了。然后呢，1月24号封关嘛，昨天是2月2号新春开红盘嘛，今天是第二个交易日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那1、2、3，然后呢，不啦，我问你，然后哪有什么怎么样？这个所在搞啊，要安怎做？这个所在搞啊，要安怎做？2分钟后，马上跟各位做个分享。地震了，怎么办？一趴下，二掩护，三稳住，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富木投顾肖老师，经历经济年消费讲座，当冲一整年，一进一出有依据，高空低买笑嘻嘻。会场提供反转指标教学，2月4号星期六在台南高雄，2月5号星期天在台北台中。预知详情立刻拨打0800-55808，0800-55808。金鸡报喜年，大赚一整年，吉利金鸡年，天天过好年。五重好礼，吉利鸡鸡叫。一，每日当冲小钱到；二，周周破短大钱来；三，顺势加码钱滚钱；四，爱进带出最安心；五，加码再送金鸡礼。2017让您笑嘻嘻。金吉利热线0800-55808，0800-55808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着片刻的宁静。 Choose your own life。鹅牌气密窗。台湾人很环保吗？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是不是一只鸽子背着高丽菜？那是环保标章。你看这边有说环保啊，你看纯天然讲究好，不是吗？有环保标章才是对健康好，对环境好，而且经过政府验证通过的。最好还是上绿色生活资讯网。台湾人，你们真的很在意环保哎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午安。一样哦，那还是一样跟各位做个简报。这个礼拜，礼拜六、礼拜天，我们分别在北中南。那礼拜六会在台南、高雄，好，那礼拜天在台中、台北，那各有一场教学讲座，那主要是做反转指标的教学。好，反转指标里面，因为有非常多种，不是只有一个，不是刚刚的 PSY 心理线。那么，我们刚刚提到举例哈，我就不再很
比方说现在画面上你所看到的这个叫什么，这叫乖离率。那乖离率呢，不仅仅只是可以运用在股票啦，你也可以去观察在指数，嘛是天下无敌。好，所以我认为每一位朋友，你不应该买向，好，这叫乖离。好，这很快速嘛，因为时间的关系。好，这个叫什么呢？这个也叫反转指标。我赶快哈，这个也叫反转指标，这个叫反转 K D。好，来各位请看哈，这是指数的部分。那反转 K D 呢，它的运用方式，其实反转指标的运用法都是相同的，没有什么不同，只在于你该怎么做。不同的反转指标，它所适用的人那各有不同。好，所以我只讲一个，加爱暖加半康，啊加来加来做多，而且就是半康做多，半康做多。好，这个叫反转，反转 K D。好，回过头来，我们常用的，我们很快速来看一下哈，在我们部分常用的，各位请看，我们就以这今仔日啦哈，今仔日涨加哎不是反转 K D， 我们看一下 P S Y 哈，我们开发了一个奇迹系统 PSY 心理线，心理线本身它也是个反转指标，我就不要再拿过去的哈，还没意义哈。那我们就光以这几天哈，今仔日涨甲周日一件真实发生的案例，跟各位做个分享。好，今天是2月3号，昨天是2月2号，那上个礼拜。封关日是1月24，所以一天两天三天应该没有错吧。好，所以该怎么做，不你感觉该怎么做，高点还可以办空，低点还可以做多，不然基手就是刚刚那走而已。然后你要求的是什么，胜率成功率，不是说我两口单操作，我那今天有过几百点，你操作点位几十个，你这是讲什么啊，那个叫诈术啊！你就应该只有一个点位，一个出手点。那我那十几个，刚做多几，刚十几个多单，半空十几个，那才交叉。敢有人安尼做？没有啦！你一个真正的，不要说怎么样专业，最起码讲诚信的一个从业人员，你提供给人的都是一个方法，一个方向，然后大家去做评价。好，各位请看。我们的 PSY 就只有一个，一律用5分钟的没有了。在指数的部分，看股票用日线，那么看指数一律都用5分钟，就安尼俩，这单纯。那么各位，你画面上所看到的是今天、昨天跟封关日24号，那么的5分钟 K 线图，底下叫 PSY 心理线。那心理线的用法在于。当市场的高点到了，你需要有个工具，有个系统，它可以告诉你放空啊，就是安尼啊。啊，低点呢？我刚好让低点咧放空诶，低点当然是做多，对不对？对，好来看着呢，那怎么做？就这么做啊。哎，这是三天呢，三个交易日呢，今仔日2月3号呢，啊，无今仔是几号？今仔是2月3号啊。好。PSY 正50要站在空方，负50要站在多方，所以正50总共这三天发生几本，发生一两，负50这三天发生几本，一两没有了，啊，所以呢，我就把正50的两次9460 9510，对不对？负50的两次9388 9373，是不是1234 1234？啊，你自己用眼睛看，你不要问我，我也不知道啊。然后关键在于，就把这里放大。关键在哪里？关键在你就等啊，等什么？这条线有无？一来正50嘞，你莫搞工做多呢。啊，来正50做多，咱就把这台电脑丢掉好啊。我跟你讲正经的啊。啊，反过来讲，这条线，一来掉下来负50嘞。不是，它掉下来负50，你觉得该怎么办？要做多啊！好，请你现在告诉我，为什么掉下来负50要做多？因为你相信过去负50做多就会涨，那现在如果再来负50呢？那你就要买啊！你也可以用任何的技术分析，就是你相信赶快的代志，也一底发现，一底发现，一底发现，一底发现。好，什么意思呢？好，各位请看。
如果这里正五十，你知道会跌，那你就空，对不对？那你正五十为什么不空？啊，这里负五十，你相信它会涨，那、啊、你这里呢？啊，就涨啊，啊，所以再来呢，如果它来负五十，那你就做多嘛。啊，正五十你就该放空了，对不对？我不跟你预测啊，我只告诉你嘛，一缸、两缸、三缸嘛，安尼总共九四六零到九四三七，九五一零到九三八八，九三八八到九四四五，九三七三到九四五八，总共进两。杀气啊！期待有第五，第五对不对？那就再加一，啊，那三天总共涨跌287点。这个礼拜我们会做反转指标的教学，那也欢也欢迎各位稍待，您可以跟我们服务人员联系，那预定您的座位。那还是一样跟各位做说明哦。那么这个礼拜的上课啊，那会员一律不收费用哈，我们长期都是如此。祝大家身体健康，操作顺利，感谢您，谢谢，拜拜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 富的头部肖老师吉利经济年收费讲座，当冲一整年，一进一出有依据，高空低买笑嘻嘻。会场提供反转指标教学，2月4号星期六在台南高雄，2月5号星期天在台北台中。具体详情立刻拨打0800-55808，0800-55808。金鸡报喜年，大赚一整年，吉利金鸡年，天天过好年。五重好礼，吉利鸡鸡叫。一，每日当冲小钱到；二，周周破短大钱来；三，顺势加码钱滚钱；四，带进带出最安心；五，加码再送金鸡礼。2017让您笑嘻嘻，金吉利热线0800-55808，0800-55808。今天来到这古色古香的地方，要带大家远离尘嚣，嘎嘎嘎，蚊子这么多，小心感染登革热。大家一起来清除滋生源，盆栽底盘、宠物饲料容器要经常刷洗干净，避免蚊卵附着。屋后沟、屋顶排水槽每周清理，不阻塞。菜园储水桶要加盖，不使用的桶。